王威委员说，没有金流办土地的例子是很多的，像是啦、超思啦、高端明显在土地，那民进党土地也没办，那这一党就办到底。比较近的被办的土地罪，新竹县长杨文科，杨文科有收钱吗？也没有，检察官只能够说你跟厂商有见面，但没有找到金流。这个土地罪是一个恶法，是一个栽赃人的罪名，他其实你好像 表面上说啊，这样不是公务员就可以以后可以图利人家了吗？我跟你讲，问题不在这里，问题是公务员怕图利罪会倒过来修理老百姓。我举个我曾经面临过的问题哈，我们以前内湖区，我是内湖立委，内湖区啊有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哈，它根本就没有天然瓦斯管，拉到大马路就不拉进去，然后后来我去跟这个市政府啊去协调啊，弄哈，哎，他愿意拉了，拉到巷道里面来，因为巷道土地是公共的，好了，拉了，那就跨个水沟。他说，我说那你就把因为天然那个瓦斯管要立起来嘛，对不对哈？他说不行，立起来，因为立起来墙壁已经靠近人家民宅了，这就涉嫌图利，这样也图利。那大家自己出钱也不是不可以，问题是你是再去找水电工来再去弄的时候，成本又更高了，因为你弄到那边还要把它打个结。再来电线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拉电线哦，对不起，拉自来水管也一样，那大家都怕土地啊，因为什么？自来水管可能拉到你的土地里面去啊，会就被指控啊。对，而且如惊弓之鸟。再来，我先再讲另外一个。这个所谓的奖励容积的问题，还有这个所谓的移转容积，移转容积就是我现在我家里老家要翻修，那我觉得我房子以前旧的，我坪数不够，那我想要容积多一点哦，因为小孩啊回来可以住啊，那我就去跟晚会买容积，因为他家的土地啊刚好卡到公园或卡到道路，他不能盖房子，可是容积还是他的，我就跟他买，买回来哦，市政府官员哦。他怎么讲？哦，你买200坪啊？哦，这样好了啦，我准许你50坪。他表示他没有图利啦。那我钱已经给他200坪了，变成他审查会故意回扣你。他讲一个奇奇怪的理由，啊，奖励容积率也一样。哎，奇怪，我想说，哎呀，立正杰将军哦，他怎么有18%的这个奖励容积啊？哎，那我去弄，他看一看说。你只能有15%，为什么？我如果给你跟立正杰一样18%我就图利你、我就图利啊。那为什么立正杰可以？他说他在高雄，台北不行。真的是这样子啊？我讲不过分嘛？高雄国宾饭店容积率，奖励容积的上限是30%，他给他36%。比照台北是不是就是图利6%？柯文哲，好吧，你说他图利，顶多图利5%，为什么？哎，奖励容积台北是普遍随便拿都15%啦。柯文哲给20%，你说哦，这样就是违背什么？违背法律的规定。如果21%才叫法律的规定来上限嘛。可是高雄国宾饭店36%，你他找别的名目再给他6%，36%。对啊，如果比照柯文哲这案子里面，陈其迈要不要抓去关？马上要羁押禁见，不是这样子吗？那现在陈刚开始后啊。那个什么邱毅莹委员呐、许什么什么杰啊，许志杰委后都出来骂我、蔡主任你不懂高雄啊，你啊那骂我一大半天，那什么一大堆民进党的侧翼团体都在讲哦，两边不一样了，我们什么样？真的不一样吗？为什么你陈其迈现在急得要命，说啊这以前不算，撤回来重审，重审你就知道你有鬼，不是吗？你也知道这里面有图利的鬼吧？那为什么台北要抓去关，陈其迈不用抓去关？你说哎呀，无罪推定，柯文哲现在关起来还是无罪推定？你是用一样的吗？对啊，一样的吗？而且你还是给了超过30%上限的36%。我也不是说你陈其迈不能给，可是依照台北的法律，柯文哲的法律，难道我们地检署是台北地检署跟高雄地检署就不同法律吗？不一样。不过我同意啦，有蓝的法律，有绿的法律啦，啊，这是事实啦。那他们白的比较倒霉，就碰到绿的法律啦，就这样子而已啦。是一个法律，如果大家都适用，那个叫做法律；如果法律只适用某一部分人，其他人就排除，那个叫什么？
那个叫斗争，不叫法律。好，这个要给 AIT 了解这个现象啊，要不然叫他 AIT 的官员处长也许不一定念法律的，你叫他我会去问他们司法部有没有图利罪这个东西，连英文都翻不出来，因为英文是有个有传统的哈，他们什么罪名哦都会有个专有名词，比如渎职罪叫 mail funds， 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比如说你那个什么什么罪，他们有个很特殊，比如说那个叛国好像叫 treason， 对不对？哦，会有个特殊的名词。为什么美国的法律要认那种最好特殊的名词呢？因为他们叫做罪行法定主义，要用法律把罪名定得很清楚，所以不能用一般的语言，要用一个很特殊的法律来讲说这个罪是长成这样子的。不像我们土地罪哦，明知，什么叫明知啊？啊，什么叫不明知啊？对啊，不罚，那是违。你既然讲不罚，可是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奖励容积率，通通用行政命令啊。行政命令不是法律啊。什么叫不罚？不罚给人家好处，什么叫不罚？这连不罚都本身都有问题啊。所以像那个民进党拿来斗争什么杨文科啊，啊，那杨文科人气大，他以后也不想从政了，好好跟你玩啊，然后去修理什么？修理那个李树德啊，对不对？就是李树德让这个什么，让这个大巨蛋的厂商少一点啊。那请问你，如果没有李树德，现在有大巨蛋吗？没有啊。那个当初有突破多少困难啊？那现在不是大家说啊，江蕙要唱歌好棒哦。那请问你，有多少人啊，已经被因为这个图利罪被修理得很惨啊？啊，怎么不去检讨这个事呢？对，那所以我才会主张哦。通奸罪也废了啦，为什么不能废图利罪？然后民进党哦，还想要废死哎，死刑都民进党讲废图利罪不能废，胡来嘛。是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，图利罪的部分哦，这一次因为第一次没有过关嘛，所以第一次没有把它压进去，第二次哦就改用图利罪，所以这个意图、哦啊，第一次也是图利罪，第一次也是图利罪，哎，图利罪，对啊。把它废了一哦，但柯文哲明天都出来了。是，那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，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，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抓藻植萃，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，维持青春弹力，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，擦起来清爽不黏腻。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，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。你呢？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。